们牙肉跟牙齿连接的地方，并不是你看到牙肉的最高点，它连接的地方是在牙肉里面0.1公分深的地方。这里面是你自己刷牙怎么刷都刷不到的，只有牙医师靠工具才能够清洁得到。在这里一般是0.1公分，你已经比较深了，已经到0.2公分去了。可是到了牙这边的时候，夹缝地方相对的就可能到了0.4公分。这里面是你自己清洁不到的，那脏东西就好像我们炒菜锅一样，第一层粘上去，第二层粘上去，第三层粘上去，一层一层粘上去，到最后变成硬邦邦的，就跟石头一样的。那基本上它的构成呢，就是细菌，还有一些就是机械性的压迫。脏东西在这里面，就好像脏东西在你指甲缝里面一样，它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深到这里的时候，指甲掉下来了，牙齿掉下来了。那深到这里的时候，够不着了。那我们就把牙肉剥开来，像剥香蕉皮一样剥开来，把香蕉表面刮干净，再把香蕉皮缝回去，那就是所谓的牙周病手术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就是每隔半年一定要让牙医师帮你把这些脏东西把它清干净。那这脏东西呢，在这里面越来越深，当它伸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指甲就是不是就开始摇摇晃晃了？那就牙齿就很容易每吃一次东西就推一次，吃一次就推一次，它就会越来越开了。那脏东西伸到0.1公分的时候，0.2公分，那我们还牙医师还能清洁。到了0.4公分的时候，器械够不着那么深了，脏东西随时在这里面，在这里面0.4公分，常常在这里面。那你只要碰到感冒、熬夜、生理周期，你抵抗力不够的时候，细菌滋生很多，那一碰就流血，一碰就流血。所以你碰到感冒、熬夜、生理周期的时候，这牙肉一刷牙就流血，一刷牙就流血。流血的原因就是这个牙肉缝里面太多的脏东西，碰到你抵抗力不够，它就开始流血了。好可怕，连正面这个地方都有，代表说你过去10年来看过的牙医都有失职。这里连前面大门牙的地方都没有清干净。